殡仪馆里，一个男人扒下了女尸的外套，拿起剪刀正要剪开她的衣服。就在这时，女尸突然睁开了眼睛。Where am I? 面对如此诡异的场景，男人很淡定地回答道 You're in a funeral home. You're dead. 说着还拿出了她的死亡证明，上面有医生的签字和明确的死亡时间。女人不信，自己明明可以说话还有呼吸，怎么可能死了呢？这个女人名叫安娜，最近她的身体好像出现了问题，洗澡的时候会突然流鼻血，就连洗头时头皮也会渗出鲜血，为此她不停地吃药。这天她受邀参加老师的葬礼，却发现老师的嘴巴动了动，她看向旁边的入殓师，摇了摇头，心想可能是自己看错了。在回去的路上，她接到了男友小帅打来的电话，来到餐厅，男友已经点好了晚餐，她告诉安娜自己要调去芝加哥，可安娜却误以为这是一场分手局，还没等男友把话说完，直接和她大吵起来，之后转身离开。小帅原本准备求婚，精心准备的戒指也没送出去，他想追上安娜，但气急的安娜根本不等小帅就开车离开了。此时外面正下着大雨，在安娜身后一直跟着一辆白车，不停地按着喇叭，安娜一个不注意直接撞上了前方装钢管的货车。等醒来后，她发现自己居然躺在殡仪馆的床上，给她化妆的是一个大叔老王。她挣扎着想要起身，却发现自己根本动不了，而这时老王告诉安娜他已经死了，说着便给她缝合伤口。奇怪的是安娜并没有感到疼痛，难不成自己真的死了？这时候屋外响起了敲门声，老王赶紧拿起一个黄色药剂注入了安娜的身体，原来是他的母亲来探望他，但母亲并没有很伤心，只是担心安娜死了没人来照顾他，说了几句话就直接离开了。第二天喝醉酒的小帅从床上醒来，他后悔昨天没和女友解释清楚，连忙打电话给女友，但女友的手机却在老王手上，老王直接挂断了电话。小帅无奈只好来到安娜上课的地方，但是其他老师却说他今天并没有来上课。紧接着小帅来到安娜家，安娜的母亲告诉他女儿已经去世了，还指责小帅为什么要让女儿冒雨开车。小帅失魂落魄，不相信安娜死了，想去殡仪馆确认一下，但是老王以他不是亲属为由拦住了他。被拒绝的小帅摸了把脸开车走了。他来到警局，看到了女友损坏的汽车，还在车上发现了一个女友的玩偶，看着沾着血迹的玩偶，他似乎看到了女友，但这只是错觉，就连回到家中洗澡也会看见女友的身影。这天他接到了一个电话，是女友打来的，他怀疑自己又出现了幻觉，直接挂断了电话。殊不知这个电话其实真的是女友打来的。殡仪馆里，一个女人突然从床上坐了起来，她拿起剪刀藏在身后。这时房间的灯亮起，进来一个男人，女人看了眼打开的房门，迅速将剪刀刺向男人，无奈力量悬殊并没有成功，她跑到门口想要逃走，却发现大门已经自动关上了。男人步步逼近，最后直接抓住女人的手，将剪刀对准自己的脖子，想要让女人下手，但善良的女人还是放下了剪刀。她叫安娜，明明还有呼吸，却被诊断为死亡。她试图向老王解释是医生出错了，她只是陷入昏迷，祈求老王放她出去，但是老王告诉安娜，他们之所以能够对话，是因为她的个人天赋能和生死游离的人交流，还问了安娜身高，说要给她做一副棺材，紧接着出门去接另外一具尸体。可安娜还是不相信她说辞，乘机偷走了老王的钥匙。等老王驾车离开别墅，她拿着钥匙一串钥匙挨个开锁，试了好几个都不行，一个着急直接弄断了一把钥匙，好在最后还是成功打开了房门。另一边离开的老王车还没开多远，就发现汽车快要没油了，加完油快要付钱的时候，他顿感不妙，于是慌忙开车往回赶。老王的车子刚开到家，听见声音的安娜正好到了一楼门口，她慌忙上楼，在二楼的一个房间拨打了男友电话，电话那头好不容易打通，可是男友却误以为出现幻觉，直接挂断了电话。老王这时也来到了房间，他劝告安娜接受死亡，有些人活得浑浑噩噩简直就是浪费空气和粮食，这样的日子有什么意义。安娜似乎被他说动了，因为最近他确实过得平淡又无聊，好像对任何事物都提不起兴趣。为了让安娜死心，老王把安娜带到镜子前，一把扯开了蒙在上面的黑布。安娜看着镜子里苍白的脸庞，终于相信自己已经死亡，她叹了口气，缓缓地低下了头，在镜子上留下了一层水雾。老王一惊，赶紧趁着安娜没注意用布擦掉了水雾。这一幕直接被楼下的小男孩看见，小男孩是安娜的学生。第二天他找到老师的男友小帅，告诉他安娜并没有死，因为他亲眼看见安娜穿着红裙站在窗边。可小帅不仅不相信，还上手打了他一巴掌。回家的路上，小帅看见路边橱窗上挂着红裙，突然想起女友曾经也穿过红裙子，他再次来到殡仪馆，这次他不顾老王的阻拦，直接闯了进去。此时门已经被锁上，他只能在门口大声喊着女友的名字。屋内的安娜听见了男友的声音，但现在的她已经接受了自己的死亡，并没有回应，只是抱着腿靠坐在门后。小帅还没死心，他再次来到警局，
想申请进入殡仪馆看望女友，但是警方都认为他精神错乱，告诉他再过两天就是安葬的日子，到时候再确认女友是不是真的死亡。小帅接受了这个提议，今天是安娜的葬礼，他想最后再看一眼自己的仪容，看到镜子里的自己容光焕发，他表示很满意。就在这时，他发现镜子上居然留下了雾气，可自己不是死了吗？死人怎么会有雾气？他大声质问旁边的老王，但是追悼会马上就要开始了，老王可不管他，直接在他脖子上扎下一针药剂，安娜马上陷入了沉睡。紧接着老王拿出摄像机给安娜拍下了一张照片，这种照片老王家里还有很多，每当以同样手法杀害一个人后，他都会为他们拍摄一张照片粘贴在墙上。安娜不是第一个，但也不是最后一个。追悼会上，小帅掏出还没来得及送出的戒指套在了安娜手上，这时安娜的嘴巴突然动了动，站在旁边的老王吓了一跳，好在小帅并没有发现这个异常，只是惊讶安娜的手居然这么凉，他也确定了女友是真的死亡，最后再亲了下安娜转身离开了。再次醒来的小美发现自己居然躺在漆黑的棺材里，而外面的人正往棺材盖土，她大声呼救，用力拍打木板，但都无济于事，直到棺材被全部掩埋。晚上的餐会上，伤心的小帅一杯一杯地喝着酒水，这时老王突然跑过来告诉他，其实安娜并没有死，他被活埋了，现在过去将他救出还来得及。受到刺激的小帅赶忙开车离开，而后强光一闪来到墓地，他挖出安娜的尸体救出了她，他们紧紧地抱在一起，但是突然女友的身体消失，等到小帅再次醒来，他已经躺在了殡仪馆的床，刚刚的一切原来只是一场梦，老王告诉他自己已经死了，是在出门救女友的路上不小心撞在了树上，此时的他的胸口已经被鲜血染湿，而老王直接拿起一根钢管刺向了小帅的胸口，他墙上的照片又多了一张，整部影片只有短短的一个半小时，却处处扣人心弦。网友讨论最多的是剧中的女主角到底有没有死，但在小编看来，影片更多的是在警示大家，死神也许会迟到，但他一定不会缺席，如果你不珍惜生命，荒废光阴，活着也犹如死了一般。正如诗人臧克家所说，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，而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，所以我们更应该珍惜光阴，过有价值的生活。